来看到新竹县西的水坑溪，因为有工厂的这盐酸钢破坏，存了污染溪水，所以溪水唔那是真臭，啊，也佫造成真侪鱼啊病毒死亡。啊，毋过在地面上来指控地方政府是无作为。十几年来一次又一次，我就不晓得这要到什么时候。不管溪水受到污染，新竹县西民众去立法院陈情。初五晚啊六点，水坑溪因为工厂盐酸的钢破气污染溪水。环保局迄当阵检测溪水的 pH 值是 1.37， 是属于强酸。不过居民一直到初六透早，看到溪内底坐坐鱼啊，嚼嚼冰毒，而且闻到溪水真歹味，才发现的。检验结束之后，他就撤离，他并没有通知在地的地方政府。也没有通知中下游的居民，而让这一个强酸直接排入这个溪流。居民要求饮的水都要清洁，来阻挡水污染。呼吁事业废水的排放都要有专门的管线，专案辅导工厂清洗。饮餐饮的水甲排废水都要分开，而且公开水质监测的数据，若违规的厂商都要当当来处罚。排放废水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已经严重到影响到民生用水的安全以及我们的生活品质哈，那是我们地方政府呢对多次对于这种违规厂商都没有提出一个有效的惩处哈，业者就有恃无恐。督导环保局去依照他的相关法规，跟他看到的事证，该严格处理，该严罚这个部分，他就应该要找法规的部分去做处理。记者会原本有邀请新竹县环保局，不过因煞无来。因若中央环保局的说明是无法度来解决这民众的问题，而且民众也是真生气，希望政府都要要以水污染的问题，居民饮的水都要清洁才用的。记者综合报道。